四十四案。本院委员高志鹏等21人拟具《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》请审议案，议事处意见，拟请院会向内政委员会审查。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？没有意见，照议事处意见通过。第45案，本院委员高志鹏等21人拟具《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》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，议事处意见，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政委员会审查。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，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。第46案。本院委员高志鹏等21人拟具《宣誓条例》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，议事处意见，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。这一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，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。47案。本院委员高志鹏等21人拟具《总统副总统宣誓条例》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，议事处意见，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。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，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。48案。本院委员高志鹏等22人拟具《政党法》草案请审议案，议事处意见，拟请院会交内政、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。本案有没有意见？没有意见，我们照议事处意见通过。49案。本院委员高志鹏等22人拟具《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及处理条例》草案请审议案，议事处意见，拟请院会交内政、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。本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、财政、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。第50案。本院委员林淑芬等20人拟具《公民投票法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，议事处意见，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。本案有没有意见？没有意见，照议事处意见通过。51案。本院委员林淑芬等。